小飞啊。哦，大姐啊，我是小倩。啊，哎，老三，我跟你讲啊，我特别高兴。我有一个喜讯要告诉妈，是大喜讯。大姐，你能不能小点声啊？我耳朵都让你震聋了。我跟你讲啊，你大姐夫他升副局长了。啊，大姐，你说真的？对呀、啊。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喜讯告诉妈啊。啊，我先挂了啊。小云。喂，姐。喂，云呐。我刚要给你打电话呢。哎呀，你先听我说，我有好事要告诉你。行行行，你先说。你大姐夫升副局长了。真的？太好了。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启龙也当上董事长了，还买了一个大别墅呢，400多平呢。是吗？哎呀，那真是双喜临门呐。对啊，就在郊外。啊、哦，我想着把咱妈接来跟我一块住，这空气多好啊，天天吸氧。哎，要不这样吧，明天咱一块儿都回家去，给妈报个喜。行，那明儿咱妈那见。哎，你先不许说啊。好，嗯，我挂了啊。妈，你果然有眼光。妈老说，贵人不顶重发，聪明的脑袋它不长毛。果然呐，郑琪他又升了，升副局长了。哎呀，我的天，我这个高兴啊！哎，你别看这个处长跟副局长就差半格，那意思可差老了去了，那有地位啊。处长很少上电视，局长常常上电视，说话还老这个啊，是不是？那个啊，对不对？我有派呀、啊，郑琪，今天当着妈的面，我跟你讲，你得答应我们。这个副局长啊，你得好好干，争取咱早点把那个副字去掉。哪有叫正副局长的，对不对？咱姓的就是正，那就得当正局长啊，然后就当市长，然后出国，然后剪彩，是吧？对对，累，我喝口水先。妈，我们那别墅啊也可大了，您搬我们那儿住去吧，还能养花养草的。妈，搬过去吧。想想，哎，找个日子，大伙儿都去看看吧。那大姨妈，好。哎，我们启龙啊，现在也当上董事长了，那小车都换奔驰了，还说要给我买一个宝马呢。嚯，那又能怎么样啊？房子，跃层，马上就到手了吧？是不是？是，马上下来了，马上下来了。好，再喝口水。你们过得好啊，妈高兴，啊。啊，这个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这两个女婿啊，有出息，有出息。妈，你是仨女婿？哎，亲，你们家那个什么时候咸鱼翻身啊？我跟你讲啊，你得让他升官，知道吗？哎、行了，一个出租司机上哪升官去？姐夫，不是，那也不能老惦记着生孩子呀，这才结婚几天呀，这就差点整出个小出租来嘛。妈，我回去了。哎，三，老三，你干嘛？什么意思啊？老三，你我刺激了。你可不是咋的？你说你们，你说话没个深浅。我怎么了？我这不也是为他好吗？你为他好也不能这么说话。哎，你扒拉我干啥？你看看，不是，哎，不是这年头人际关系有这么复杂吗？亲姐妹之间都不能说句真心话了。我跟你讲，我就看不上你这样的。凭什么你老装白脸啊？当初是你也看不上人家的，非要拆散那个小倩和李琼俩人啊，你就让我就扮坏脸，你扮白脸，还老跟人家说，哎呀，二姐呀，心疼你呀，三妹呀，就知道理解你。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妈，你看看他干啥？我给你急眼了。别闹了。好，快过去。哎呦，这事儿妈不是也愁吗？你说，找了这么个人，
没能耐不要紧啊，哎呀，还来了个脾气倔，倔得像头驴似的，哎，愁啊。妈，您愁啥呀？天上下雨，地下滑，个人摔倒，个人爬。您为儿女能操一辈子心吗？哎呀，可是你看你俩就不让我操心呢。哎，妈，郑琪肯定就不用你操心了，这个赵启龙可就不太一定了。干嘛？赵启龙？啊？当董事长了吧？怎么？钱越来越多了吧？什么时候变坏啊？哎哎，这拐了半天又拐到我这儿来，我怎么了？能变坏吗？我你不能变坏啊。你不能变坏，你写保证书啊！写你写了保证书这事儿，以后你要变坏的话，那大房子、大宝马上全是我们家小云的。我跟你讲，妈，你看你今天行行行写啊，我肯定写。纸呢？我没有纸，真写啊？这不写吗？这不说了写？拐了半天拐我身上来了，你说这妈这纸这笔和纸都有，那你写吧，你写。你还管送过来？哎呀，你这是我姐夫哎！行了，不作了。哎呦，我的妈呀！你自找。哎，谁不写？哎，大姐夫，你写不写呀？我，大姐夫就不用写，用不着。我跟你讲，那怎么用不着啊？写，我也写，我也写，写。写了啊，保证书，如果我变坏。真不好，没文化，这字儿啊写的太难看。变坏，哎，我的财产，一切财产，给我老婆。你给我打住！啊？归我老婆这怎么行呢？谁知道那时候谁是你老婆呀？你得写上一切财产归孙云。哎呦，你瞧我这闺女。不二了，不二了啊！好啊，聪明。妈，我跟你讲，我那都是装的。早说过没有？准确。行，赶紧的，归我老婆。当真了？你说你真有意思。孙云，这孙云两个字一定要认真写。赵启龙。哎。行了，你说这能开玩笑？哎呀。来吧，大姐夫您干什么？刚才说好了吗？我先写，您后写吗？大姐夫，快点啊！我跟你讲，行，我写，我写。你写啥呀？保证书，低调吧。你这怎么写的？啊，我这写的，你看啊，一切财产归我老婆。哎呀，你写清楚啊，是孙飞啊。写孙云我也没意见，写孙云我也没意见啊。我签你字啊！别打岔，老袁辉。行了，一切，归孙飞曹秃头，你看，郑琪，嗯，行，怎么样，妈，老婆你看看。我啥都不要，我就要我老公。呵，要是我老公真的变坏了，我让你滚蛋。来，云，保证书啊，这就是保障的。以后他要真变坏，我跟你讲，你就拿着这个威胁他。哼，我老公这个用不着。哎，走了，那我也用不着啊。你看看。把你这段时间学的英语单词句子背给我听一下。老婆，你怎么了？没怎么，我让你背一遍你就背一遍，我检查，快点。不是，老婆，你到底怎么了？你看你这么严肃，怪吓人的。你哪来那么多废话呀？我让你背你就背，快点啊，背。我背。你那我背什么呀？所有学过的知识。我不，你小心点，你别动了胎气。你怎么回事啊你？你动不动就知道生孩子，生孩子，生孩子，生孩子！我错了，老婆，能不能用点心？我用心，我用心，老婆，我用心，我用心，老婆，我背啊！我背。Study English。什么是 Speak English？ 什么是 Speak English？ 啊？你昨天刚学过的内容，你今天就忘了你？一般疑问句怎么说呀？
Can you speak English？ 怎么学过内容你就忘记了？我错了。Can you English？ 看怎么去看什么来着？看 Can you speak English？ Can you speak English？ Can you speak English？ 昨天刚学过内容。对，我错了。记住了吗？我记住了。Can you speak English？ Can you speak English？ 下一个吗？ Welcome to China。对吗？啊。How are you today？ 老公啊，不是我说你，真的，你眼看就要考试了，你说你这种学习态度怎么行呢？你这样学根本就考不进外企的，你知不知道啊？疑问句，这一课是讲的是疑问句，一般疑问句。你把这些都给我看明白了，背不会你就别睡觉。你放心吧，我一定背。背，我陪你背，快。啊。你这样，你先休息好吗？你看你在我这儿，我也害怕。哎。Can you speak English？It is on the red. It is on the red. There are some books.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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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念的什么呀？啊，你这念的什么呀？我告诉过你，你汉字不要往上面标，你怎么跟我还往上面标你啊？我不标汉文，我记不住。着急是对的，不过啊，我也着急啊，没事，我背啊，我一定背，你放心吧，我一定行啊。老公，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离考试时间那么近，所以我特别着急，我特别冲动，对不起老公，真的对不起。是老公不好啊，都是我不好，不哭了。但是老公，从今天以后，我还会再逼着你学习的。没问题的，啊，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为咱们家好，你是为了我好，你是为了咱们的宝宝好，放心吧，啊，好了，你相信我。相信我，我一定好好背啊！好了。哎，对了，你最近怎么没吐啊？啊，那什么，妈，妈给我弄了一点中药，我吃完就不吐了。是吗？嗯。那好了啊，你相信我，好吧？我一定把它学好，好吗？嗯。啊。你学吧。哎，我学。Understand.
姐，你们家那个什么时候咸鱼翻身啊？我跟你讲啊，你得让他升官，知道吗？行了行了，一个出租司机上哪升官去？那你也不能老惦记着生孩子呀，你这才结婚几天呢，差点不就整出个小出租吗？把这荷包蛋吃了。嗯，那么好，我把这点写完啊。你赶紧吃吧，晚上也没吃饭呢。吃热乎，赶紧吃了，来。嗯，你先放着啊，我把这点写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我陪你一起学。你回去休息啊，肚子里的宝宝重要。快去呀。嗯。不学了。学过，我行了。啊，休息吧啊！别忘了吃啊！嗯。